好，那今天展示的就是我们的 Spy Cam Aqua。那我们现在在水里，它可以自由的移动。那我待会为各位展示它可以浮起来和潜下去。好，那它也有摄影的功能，我在这边水中先拍个照。好，它亮红灯，那我们换成摄影的画面，摄影画面它就会呈现红灯很亮。好，绕一下，绕一下，绕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先让它起来，准备要起来了。好，它起来了，那再下降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终止摄影。那它可以固定你要的水的你的高度，那你可以可能说在水的中央这样子前后左右都可以。那它也非常的好，也有灯光，那你可以选择你要开和不开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到此结束，谢谢各位。